嗨，我是陈老师。今日冥想的主题是晨间二十一天自信冥想。连续二十一日，每日早上去听这些肯定语，可以令到这些强而有力的肯定语越来越根深蒂固，令到你的思想和行动有更加多的自信。在我朗诵完每一句肯定语之后，你可以好大声地跟着我念诵，亦都可以在你的脑海又或者是心入面默念。无论你用哪一种方式，只要你的情感和热情很强烈的话，那这些肯定语就会对你越有影响力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我好有自信，我正在成长并且变得更加之好。我有能力，我亦都好聪明。我值得拥有我生命之中所有的美好。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好有信心。我好强大，我在社交场合度都可以保持冷静和自在，这些东西都不会难到我。我好喜欢这个我，我承认我的自我价值，我的自信心好强，我正在大胆地追求我想要的生活，我相信我自己，我好冷静地为我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，我好自信地去迎接每一个挑战，我以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讲出我的想法，我可以自信地表达我的想法和意见，我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。自信是我的天性，自信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自信赋予了我采取行动的力量，自信充实了我的生活，自信亦都改善了我的生活。自信就好像做回自己那么简单。我好享受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，就算当我面对恐惧的时候，我依然可以继续前行。我足够大胆，我足够勇敢，我乐观而且积极，我充满自信，我可以自力更生，我乐观而且热情，我充满自信，我的内心镇定而且安稳，我可以沉着地应对所有的事情，我相当之淡定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好舒服，我是自信的化身，我好安全，我好勇敢，我无畏无惧，我可以勇往直前，我好安全亦都好放心，我无所畏惧，我相信自己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价值，我值得拥有，我已经满足，我好有自信，做得好好啊。我建议你可以在往后连续二十一天的早上都坚持去听这个音频，这些肯定语一定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。今日就来到这里先，再见。